第37代鸠摩罗多尊者，西天19代，为大月氏国人，道基根深，又善法理，被诸天神尊崇为导师。为了继承祖师缘故而降生，自遇到18祖迦耶舍多的度，并继承祖师。其一生均以破邪显正位己任。记曰：性上本无生，为对求人说，于法既无的，何怀绝不绝？